在朝头早十一点来到香港的韩国男团 BIX， 下午就去了观塘的 APM， 出席 APM 的十周年活动，吸引了600多个 fans 围观，哇，企满晒商场咁多层啊！而且他们还大唱生日歌送给 APM， 祝他十岁快乐啊！讲到最近歌手成日演出综艺节目而增加人气呢，问到他们会不会参加我们结婚了，Ann 就说如果 fans 希望他上的话，他们都会考虑下演出的。不过现场的 fans 一听到集就立刻用韩文大嗌不好了。咁你哋收到啦，乜话事话喎，你哋嘅表演又真係几精彩喎。我们只想了解，爱到尽头不在乎。